大狮子威猛，小狮子可爱，进祠堂喜气洋洋。承担狮头的陈世仁从小跟着父亲舞狮，参加慈济对舞狮有更深的体会。狮子勇猛的心就是勇往直前，不怕困难挫折，上人常讲的做就对了。喜庆场合少不了降龙，这一只降龙全部由回收物打造。身体呢是水桶，饮水机那个大大的水桶，十个水桶，那中间还有间隔，整条龙我只花了20块，就是在那个龙珠那个保利龙球。今年是兔年，台上台下大跳兔子舞。戏剧也有兔子的角色，呼吁如素护身。你看，头前有一只可爱的兔啊，咱的食物有下落了。你若是巴肚枵哦，我家准备一挂红萝卜羹、马铃薯给你吃，安尼好无？扮演狮子的志工，演出的就是自己的心境。他也曾经无肉不欢，在还没有如素以前，会呕吐，就是很冷很不舒服，然后挂急诊。还有一些皮肤病，就类似那种富贵手湿疹。结果我如素完第3年，就这些症状完全改善。承担于使命哦，邀请我们天下的米罗，从小就变成一个菩萨大道，然后让大家来了解慈济。新春团拜欢迎新受正志工，也广邀邻里参加，人多善的力量才会大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敬贤、刘春茂、洪启麟台北报道。